还是真吃好吃，果肉没那个灵魂了、啊。因为吃苦果菜会腻。腻呀！你吃胖了之后，我就把你烤的给你烤。你比我胖，先烤你。你五花比较多。嗯，你看这个肉啊，蘸很正啊，一定要放这个面上面。我真的听不来这个铁筷子碰铁碗，一碰我就，我好难受啊。你们过年准备去哪里过？想好没有？想好了没有用，看你走不走得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再给我。我准备叠个狠的啊！这个肉我觉得我可以把它一口解决掉，蘸个姜。是个狠人。这盘子多少钱？98。烧不烧？咸不咸？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减减肾，减减肉，搞定了。我现在吃完了，巨热无比。这个烤炉烤着，我觉得这个粉底的优点就是它的妆效比较漂亮，而且我觉得长时间带妆也不会暗沉。好了，吃饱了，好饱了，拜拜。